是我第一次的新的工作，我希望这一次的演唱会能够让我的旅途很愉快，而且能够让我的演唱的经验能够更丰富。谢谢。瑞华唱片呈现潘美辰巡回演唱会，现在开始。
找借口，其实我应该明白，你的心不会再回来，我还要等待，会不会拥有当初的爱？让多年的感情就成为一段破碎的梦，对爱痴情，难道这也是个错？在往后岁月里，我不想再有另外一个梦。
感知，就成为一段破碎的梦。为爱痴心，难道这也是个错？在往后岁月里，我不想再有另外一个梦。Thank you.